那么咱们的乌诺巡回赛开始啦。好了，那么咱们的游戏开始啦。没有黄色，说明陆夫人我不搞黄色。打个七呗，哎行，蓝色可以，你别变颜色。蓝色可以，不要变颜色。我抓。嘿嘿，我不怕，这就是刘佳儿的好处。好，他手里不是黄的，保持原色不变。他手里不是黄的，我被改个蓝给他一炮放走了。你被改个红的给他一炮。我操！我赢了，这把赢了，这把真的赢了，这把真的赢了。我再进，好的，这把真的赢了。他打张进，漂亮。我再打张进，好的，啥牌都能吃。再见牛仔哥。大胃王打着红的，大胃王打着红的，大胃王打着红的。好，乌诺走。小博士还点了个炮。哦，有张加四，这把陆夫人我的优势很大。妈的，库克坐我旁边。好，颜色改过来了。再见，库克。四张牌都能有一个加。嗯，所以我不愿意做他下家，你知道吗？他手里不是蓝的，保持住颜色别变。库克，你别改色儿。好，鲁迪走不了。只要不改红的。啊！蓝的可以，不蓝的，蓝的，蓝的，黄的可以，别改颜色。你以为我没有是吧？能不能让我出张牌？黄，我跟你们赌命。有本事改我颜色，老子就告诉你们了，我手里十张蓝的，有本事打死我。就两张牌了，你能打得死我啊？我真就不信了，两张牌看看你能改打得死我。走了，和电脑也要斗智斗勇的雷迪路。这把牌虽然说平平无奇，但大家可以看到陆夫人我的牌的数量在稳定的下降，我觉得我这一把有机会走。他手里应该不是绿的，我的万能牌会改绿的吧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哎 ，nice， 你再走。好的，他手里不是红的，也不是绿的，不是红的，不是绿的，他手里不是红的，不是绿的，那我先抓，保证他走不了。哎，别抓，哎，墩墩，八张了。九张了，哎，是，停，喂，只要不是黄的就可以。哎，
我上把抓13张，你这把停，停了！我他妈抓完了，哎，停了！我打个屁！哦，大起大落实在是太快太刺激，陆芬都快尿出来了，我的。蓝色。没关系，还有2张能够 carry， 2张能够 carry。我手里剩个什么来着？反正不是一张蓝牌，我手里剩的不是一张蓝牌。保持住原来颜色不变，我手里剩的不是一张蓝牌，他得抓。有份儿！好四！啊！不，我他妈要走啊！妈的，吃9张牌就算了，我1张加2的都没有，他再打张加2。绿衣，不好意思，天命如此啊！天命啊！我转成绿的。再见，超人。绿刃翼，我看你打什么？哎，他万一手里留2张绿的跑了怎么办？我要走了，各位，你们手里只有3张和4张牌，有办法阻止我吗？ No， 我就告诉你们，我手里是绿色的，有办法阻止我吗？你们三个电脑而已，怎么阻止我？自己跟自己就打起来了。来，萌萌，阻止我一个看看。话说，我要是最后一张打这个，会有什么效果？一巴掌 ，All in the time change， 滋儿，嘿嘿嘿嘿。
于该到我害人了，风水轮流转，陆夫人我也会换牌。等会儿我先把我的狗粮本挂上。哎，我操！我刚才我要走了，被宇宙潮人截胡了。我刚才不抓那么多张，就不会多一个黄五了。完了，我还得再抓。不要抓过五张，不要抓过八张。我决定了，下次只要有机会，无论什么机会，我要先出这张矿三，我要先出矿三，不然的话容易被矿三坑死。再见，有范儿。机会来了 ，All in the time， 抖落，滋，哈哈哈。我的机会来了，蓝色 ，yes， 各位观众，神奇路夫人走了，他手里不是蓝的。我不出，他肯定得打张蓝的任意。好，我直接给他打死。他万一举报我怎么办？打死！走了，给我看看。哎，等会儿，我丢就不丢？哎，我洗完最后剩一张万能牌，完美。洗，最后剩一张万能牌。各位观众，神奇路夫人走了，谁能拦我？我是张万能牌，哈哈。没事，我出一张这个，转成黄，一样嘛。这张留着托底。各位观众，这次怎么没问题了吧？这次怎么没问题？你改什么色我都能走了。哎呦！不，我乌诺之后我肯定出不去的，我老老实实抓，这就对了嘛。我最后留这张牌做底。好的，再见 Glowbox。 他得抓两张，因为他只有两张。雷曼出一张绿任意，我把这张打出去。谁能拦得住我？谁能阻止我？你们谁都阻止不了我，谁都阻止不了我。哎，好的，那么我们就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站。你们死定了，死亡的死，我吃。反正不是我吃。啊，他没有红的。没有红的就转了张黄的，唯一一张转，你别转黄的啊。
这张是黄的，他这张是黄的，肯定的，不然他不刚才那张变色牌他不能转黄。我知道他这是什么颜色的牌就好打了。谁扎这张？这个是谁抓牌谁傻逼？那肯定是他自己是傻逼了。他有一张蓝的，哎，那可以，只要不打黄的就可以。好，抓傻逼。我好顺啊，果然没说话陆夫人就会顺。你看我刚才就一句话都没说，现在我打的只剩下两张了。首先肯定他手里的不是，黄色。这一下很关键。首先我一炮下去，不啊肯定让我炸死了，他不能倒，所以说就直接到他了，四分之一的概率。我打黄可以自保，我打黄他肯定要抓，但是我要是打红的话我能走得快。我觉得我打红可能会点炮，打黄他抓四张，然后不二也抓，完美。但是我走不了了。你看他抓了六张，这次可以红了吧？这个牌，我没接受，我太他妈，游戏结束。